来，媳妇儿，给我妈买点。好，我买。给我媳妇儿买点。勤俭节约张开阳估计又要拿着小杨嫂给买的东西回家找大杨嫂换零花钱了。本以为有小杨哥在不会得逞，没想到在带完肉酱米线后，大杨哥几句话便同时说服了小杨哥和小杨嫂，让直播间的网友佩服不已。嘿嘿，不爱后汁肉酱今天新品上线，肉酱米线，看见这肉，这肉，它那个汤汁就是肉酱肉熬的汤汁。我们这个是324克，33块九，三包，59块九，六包。胖哥 ，later。干啥呀？你说对了，买了，买过了，媳妇让自己买回来。过了，每天媳妇让自己买。买过了。不是，你先别动，我来跟他听听讲。我知道，等他买回来了，我先问我媳妇，你先给他。这是弟妹送的东西，你这女生之间的东西。买了，你看。你这个衣服是故意这样的吗？它就是这样的设计。你给我扯，这衣服明明是这样的嘛，你是这样的，这样这样的。这要露肩，怎么能这样穿？他露肩，你知道吧？露给谁看啊？露给你看。露我看，我回家再看。没想到大大咧咧的小杨哥也有如此柔情的一面，小杨嫂一整个无语住了。谁知就在带完榴莲月饼后，小杨哥一个动作，直接让小杨嫂戴上了痛苦面具。榴莲冰皮月饼，他上次真的拿了好多回去，然后小孩给小孩吃，对，拿给小孩吃的。耶！哇、哦，这个是牛，这里面是榴莲。哎，这个秒吗？啊！那这个你这个榴莲有多少？百大一等于十它是啥？一盒198。对，这玩意198就买六个，高品质的东西啊，198就一盒，一个是60克，一盒呢一共是6个，360克，我2盒，3盒，不许乱谈，198，3盒。Later。请问一下，让我随便亲你一下吗？可以。我嘴刚吃大胖脸。我亲一口。是谁呢？我媳妇对我说这句话，我是谁？我的眼睛望着窗外，幻想如何对你表白。其实写满脸庞，已经不用去猜，未来还有多远才来？爱一点真等待，错过这一场雨，我将会独自消失于人海。那个我特别崇拜，我很崇拜你。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那我走。那些满眼都是大洋哥的品牌方。看着你有些累，想要一个人静一回，你的眼含着泪，我的心也跟着碎，你为那个人憔悴，为他扛下所有罪，我为你执迷不悔，整夜无法。而就在近日，小杨哥终于也迎来了一位满眼都是他的品牌方，只不过这画风好像有点不对，到最后小杨哥都快哭了。我能选你吗，小杨哥？你看他打头好大，内裤是他送的。我这边很多鱼粉想要，但是呢一直破不了气啊。他这个美容仪他接触面很广，其实可以接触到眼睛这边。哦，接触面很大。对，确实啊，他的头都非常大。下一集。对，下一集。今天破家，你怎么加一个？这什么？你叫凝胶，变再加一个凝胶，再加一个凝胶，八支凝胶，再给兄弟加一个小冰箱。让你小冰箱把锅边面膜放进去，再给兄弟拿一个化妆镜，三档调节的。三档调节的，再给我来一个发热按摩的芦荟胶。今天这么多，只有5000单啊，1999，是他。集蒙大熨斗12级射频，家用脸部美容仪，3D 立体电极，15颗纯净光源灯珠，精准能量双光谱，12级大脑头，在家就可以轻松做脸部美容。官方旗舰店发货，好戏开场了。啊！哎呦，你干啥？不，你这有凝胶。有凝胶，真有凝胶。赵薇啊，我妈瘦了10斤了。你有凝胶，我自己擦不行啊。你内裤买多少钱啊？不是，你内裤啊？都在的线下价格。等一下，等一下，不是，我再问一下，我最后问一个问题，老妹儿，今天这场是我弟联系你的还是？是我弟联系你的。这多少钱？走！你怎么能这样？不是，我老我跟你讲，没休息完。不，你是想走还是不想走？肯定是不想走。
你没男朋友吗？没有，我妈特别想把她嫁出去。你多大今年？96的。九六连男朋友都没有。助理给介绍一个呗。啊，介绍个有钱的。啊，除了有钱，就有钱就行了。对。除了有钱还有什么？要一点身高啊，要不改善一下我们家基因。无奈的小杨哥介绍完产品后，问起了小黄的择偶标准，没想到比姐姐的更无语。兄弟，这玩意是真管用啊！我现在打游戏都带着。我那天去体检，我的脊椎变直了，我脖子变直了，就脖子是这样的啊。是不是你本来是弯的？弯，脖子都是这样哦，就每个人脖子都是这样的。看我的脖子这样，就是因为有什么你知道吗？玩手机。你看这样一看，你看，它顶着了，确实好用啊！你看现在别人都卖89、79、69，真那么贵吗？我不知道，就一万单19块9。19块9算啥？ Later， 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吗？喂，我直接姐姐先打拼啊！过两年吧。麻烦。但是有钱人都不是特别年轻，不喜欢年轻的。我喜欢小的。对。你才多大呀？你才多大你就喜欢小的？23。你23岁？嗯。咋了？你找个18岁啊？找个22的吧，21的。你跟我借。嗯，来，赚了有什么？在哪？憨憨的小杨哥竟在直播间给小杨嫂剃起了胡子，一个敢做一个敢拼，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大杨哥亲自为小杨嫂示范给小杨哥剃鬓角。你这里就不好看了。那快不快？好了，给你考虑。谢谢我女儿。马嘎巴嘎。小杨哥能咽下这口气吗？答案是肯定的。在介绍完产品后，直接给大杨哥来了一个更。奶奶，我怎么？你老人家干这么多了？我昨天是你的眼啊。完了完了。可以转看到没？你看这个在转看到没？这个每个都在转，这两个在转看到没？这个镜呢，它自己也可以转的。这样的话，你现在更干净，就是更让你的每个达人360度都能插进去。可以粘手机，直接选模式，大家可以看功能。你看，用刀片，用那个什么粗活的或者细活的，看到没？剃须刀就不能就是给别人用嘛，就是剃须刀就自己用。对，所以呢，它这个可以手机可以把它锁住，可以锁住，不让别人用。对，谁用都打不开了。手机还有这种面部清洁，特别厉害。不是搞不过皮毛的，多功能的，剃边鬓角，鬓角的，这个直接吸上去了，看见没有？对，这可以，这个是实吸的。你看多种功能，还可以粘手机，最主要是 IP7级全身水洗，磁吸到头，记住了啊！这个是什么？航空铝材质的，航空铝材质，一年免费换新，7天无油，有些危险，而且它是可浮动的，还好，还看到没有？搞下去。今天杨毅，100球要上车，好戏开场了。要不我给你剃一下？我没事，给你剃一下。我这剃头剃配合头了，都知道。别搞太短啊！无聊，反的真快啊！这怎么都输了？不能搞太多吧？来来来，我这